法挽回的感觉，就像今晚的心情，我走在人群之中，品尝内心深处起落的孤独。落在窗台的雨，却在山里的风，是不是你的名字？心里牵挂的思念，是不是你的深情？无法释怀的声音，又在耳边响起，是不是人的一生？美梦，心底牵挂的思念，是不是你的深情？当誓言和承诺都已成为过去。承诺都已